下界是何声响？臣等奉旨观听，原来下界山峰崩裂，化出一个石猴，为此响震天宇。我是个石猴啊，不必管他。这张图真可爱。你哭了吗 ？Yes 下来给我玩会。该我了，快下来。Mango, mango, shut up.